晚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好啦，翻嚟咁，今日呢个九月二十七号，咁啊，今日真系要讲快啲啊！点解一定要讲快啲咧？第六节咧有一个都几精彩嘅，我收埋啦。咁啊，啲啊档案，咁啊第五节咧就有网友分享。佢啊急速分享用完呢一個啊星龍王嗰個反應 ，OK， 咁啊我就當然一啲都唔意外啦，因為基本上我其實係之前已經聽過唔知幾多個啊朋友或者我哋啲 supplier 嘅朋友咧，即係佢哋分享過呢、這、一個嗰、那個用後感啊。嗱，我哋首先睇下呢個立場案先。我諗唔多唔少咧，即係起碼我啦，我唔夠膽話人啦，即係我哋都可能真係有啲即係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咁啊，鍾佩權啊判21个月，啊林兆彤咧其實就判啊14个月為起點嘅，咁但係因為其實係兩位咧，啊林兆彤又好身體又好差啦，啊即係啊好多醫療報告啦，咁其實佢自己咧都之前啊都坐咗10个月啊09日嘅，咁啊如果扣減假期啊等等，但係呢個唔係最重點嘅，喺依家嚟講即係三分一假期。因為咧，而家凡親涉及啲咁嘅煽動啊、國安嘅案件咧，又即係其實就要有個即係啊懲教處啊，或者特首嘅證明書啊，特首話唔得就唔得㗎，啊佢哋先可以即係啊有個三分，即係可以有個三分一假期嘅。咁但係咧，林兆彤佢就特別啲嘅情形，因為佢有啊第一真係坐咗咁10个月09日啦，第二個身體咧，即係好多醫療報告都覺得佢咧即係身體就啊應該喺出邊會啊妥當啲。咁於是乎咧就即時釋放嘅，咁但係咧阿鍾佩權咧都繼續要還押嘅。嗱睇翻嚇，如果行為良好扣三分一價咧，嗱根據佢呢個報道咧就話9.5个月，但係如果係判囚21个月就可能啊，都係要都點講都好啦，都係要睇即係所謂嘅行為良好，特首俾唔俾啦，咁啊。因為判21个月，佢啊錯就已經坐咗11个月啦，即係仲有9.5个月。咁啊扣減都係9.5个月，扣減就唔使坐9.5个月，應該唔扣減啊10个月到啦，係嘛？咁啊，但係唔知啦，即係扣唔扣減咁啊，大家都唔會抱樂觀嘅。咁我啊想講翻咧，點解話有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咧？即係覺得啊都 OK 啦，即係對比之前有好多唔同案件嘅判決啊。但係如果你話從嗰個判決書嚟講，雖然佢這個郭偉健啦，係嘛有好多佢認為啲文章係咁嘅情況啦，發瘋啊！即係你老實講，我咧就真係咧，雖然我成日話要喺呢度學習，但係咧你基本上嗱，好似今次佢哋嘅代表大律師係楊美嘅，咁佢都講過幾樣嘢，其實即係有陣時我喺度睇咧，即係如果我有嗰啲咁樣嘅法律應該點講？法庭上面個程序之後點樣，即係個流程係點樣嘅話咧？不過其實真係唔係好難嘅，因為我覺得真係尤其是呢啲案規好清楚啦，係嘛？即係佢同有別於有啲即係當然我都唔認為嗰啲係煽動啊，譬如快必案嗰啲咁樣。喂，呢一單立場案咧，其實就真係一個報道嘅案件嚟嘅啫喎。咁你第一有咁多嘅文章入邊，你抽幾十張文章，幾十段文章，然後再抽嗰十幾段文章，然後就認為嗰啲係有煽動嘅成分嘅。咁你睇下啲文章咧，其實絕大部分都係一啲人物專訪同埋評論文章，甚至乎有啲入邊咧既會批評政府，亦會批評民主黨，即係泛民。咁你其實真係一個係一個新聞載體嚟嘅啫嘛，你問我哋就嚇，即係做即係簡單啲講就係做新聞嘅啫。記唔記得我哋報呢單案嘅時候咧，即係不斷被約眉等等都有反駁嗰個法官嘅，咁先出好多脱，即係又做又砌圖啊，又做圖又成啊，係啊，係啊，即係老實講，由頭到尾都好笑。喂，你問到你去到唔係啊？我最記得嗰個佢呢一單案嗰個
主控嗰個係咩伍素嗰個女人啊？哦、你叫邊啊？伍淑娟啊，唔係伍淑清啊，係好荒謬噶。嗯，佢即係舉佢嗰啲舉證，即係老實講，嗱，今日咧喺個法庭係除咗好多啊支持者啊，或者啲記者啊、啲議員啊、教學者之外咧，喂，我睇翻報道，愛爾蘭、英國、意大利、加拿大、歐盟、比利時、美國等嘅領事都有到場。我真係唔知道你哋想點啊！而家係嘛？你哋想經濟好，你點樣搞？點樣搞得好？喂，因為佢真係有啲唔同喎。你比起快必案嗰啲都仲係嗱，快必案嗰啲我哋都唔認同，即係而家咁嘅做法啦。但係佢再係得，因為真係一個新聞報導嚟嘅啫喎，係嘛？你甚至乎而佢哋成日話喂，你係一個平台俾人哋去宣揚。喂，老實講，佢登咗出嚟都要我 buy 先得㗎，啱唔啱啊？即係真係好難搞。我即係睇佢尋日啊講嗰啲嘢，根本就發爛渣，根本之前係根本唔算發爛渣。但係又咁講喎，我啊覺得我自己暗暗地覺得咧，佢都有人係喺度，佢都係輕判喎，即係輕手咗喎個刑期。但係個根本就係唔關個刑期事啊嘛，係有冇罪啊嘛。嗯係嘛？同埋你噏嗰啲嘢，咁成根本都講唔合道理。可能再噏嚟做咩啫？唔係，真係完全唔合道理，唔關事。OK， 好啦，兩個人當然係即係作為新聞工作者，當然係有權報導即係社會嘅狀況啦，係嘛？或者有唔同嘅意見啦。就算係真係反對嘅意見，係咪真係煽動到？即係佢哋成日話喂，喺嗰個時刻你咁出啲咁嘅文章，就令到更加真政府啊！都會繼續係咁啦，冇問題嘅。咁你就睇下啲經濟點樣啦。真係唔好以為而家咧，哇兩萬幾點含撚都冇咁開心啦。我有好多老友咧，都係喺呢一個升勢入邊得益嘅。但係過去個心係點啊？買車啊，買樓梗係唔係啦？個個都係喂 cash 咗佢，擺翻落銀行，或者翻落屋企，個心態係咁樣嘅啫。OK， 好啦，嗱呢一單嘢我其實琴日都出咗嚟，我都本來想唔講嘅，咁但係今日都講埋佢啦。就言語治療師總工會。就遭到充公財產，咁新聞當然要賣出嚟啦。新聞點解要賣出嚟啊？咁你其實都可以話，如果你賣出嚟嘅話，你都可以話令到人哋憎恨政府嘅。如果你要去入嘅話，講下啲咩國衞健聯咩叫評論文章，咩新聞報導，你又唔使講呢個，呢個係廢嘅啦。就由佢負責去質疑去判。OK， 嗱，言語治療師總工會啊，二零二年被裁定舊嘅煽動罪罪成，被判入獄坐埋監出嚟噶啦。好啦，咁啊，言語治療師總工會咧就喺二零二一年十月咧被政府刊憲撤銷佢嘅工會登記。OK， 就喺二零零四年五月，即係三年後啦，就刊憲委任工會登記局的副局長張允坤就為工會的清盤人清埋去盤。其實現在呢、這個言語治療師總工會呢基本上咧已經係冇運作，銀行啊各樣嘢啊，佢哋嗰啲理事啊坐完監出嚟，係咪各散東西嗰啲唔重要啦。總言之，已經停咗冇運作。咁啊做呢啲嘢，即其實有咩意思咧？即你清退政府都仲要出錢嘅喎、哦。喂，嗰啲錢，喂，第一嗱、嗯，你話呢個工會入邊有人犯法啊？係啊，拉咗佢判埋、嗯、放埋添啦，已經。係啊，但唔係代表個工會佢犯法啊嘛。唔係因為佢撤銷咗工會登記。嗱，個工會唔運作啦，啲錢你咪應該平分翻俾啲會員嘅喎。係啊，其實係充公嘅喎。同埋嗱，老實講，我又唔覺得政府貪呢16萬嘅，但係做充公呢個動作咧，其實。佢做清盤呢個動作咧，佢都仲要使錢喎。點解要做呢啲嘢咧？係咪想啲人日後啊入工會之前，你小心，可能你都會有損失。係啊，當然有，當然就係呢樣嘢。呢個其一啦，其二基本上係令到呢啲人唔好講損唔損失先，根本就唔夠膽搞工會，入都唔敢啦，入都唔夠膽入，喂，冇意義噶。嗱，呢啲新聞就係話，你話係咪對我哋嘅經濟上面，而家成日講經濟上面係咪好消息啊？你搞嚟做咩咧？咁啊，當然啦，佢哋咧仲話咧，陳資深大律師代表政府啊，陳浩奇話，工會被裁定違反國家安全嘅相關罪行，而工會危及國安嘅安全，
唔止涉及罪成嘅三本楊村舉本，仲有時任主席黎文寧嘅訪問等等。哦，個訪問 ，OK， 佢話喺訪問入邊，黎文寧話工會可以從產業層面發掘更多極權嘅證據，將抗爭連上自己嘅生活，可以去可見佢係對政府施壓，組織港獨。嗱，首先，唉，我真係唔識講。喂，工會係一個法人，佢工會真係好似蘋果一樣。工會入邊人犯法，咪拉嗰啲人咯。個工會有乜問題啊？同埋依家你用咁嘅原因話佢有犯其他問題，有冇經過司法程序去定奪？你有你佢又唔去控告喎，你告訴我係啊，佢噏佢啦喎。嗱，仲有佢話佢話法佢話喺產業層面，呢個即係當其時嘅黎文明啊，即係工會楊村即係言語治療師工會話發掘更多極權嘅證據，將抗爭連上自己嘅生活。喂，咁樣係算組織港獨咩？又去又攀到港獨㗎啦，啊！喂，全部就係你噏嘅，啊！嗱，老實講，我唔好講我哋偉大嘅特首啦，即係偉大嘅總書記啦，或者我哋特首啦。講真，你哋真係認為做呢啲嘢就政治還政治，經濟還經濟咩？我而家開始去到呢個位咧，我喺度諗咧，係咪真係真係有人咁諗嘅？會唔會？即係你哋咪繼續做生意咯，冇嘢噶，唔好犯呢啲咪得咯。可能真係有人咁諗嘅喎。嗯，好啦，咁另外咧話真係夠快啦，我哋盧毓明將出任中大校長。嗱，首先我就唔明白呢啲咁樣嘅學者咧，即係盧毓明教授咧，即係人真係好怪啊！你俾我喂學有專精。即係我唔好理佢係咪咩政協嗰啲先。喂，即係嗱，被譽為最接近諾貝爾獎嘅人啦，香港。嗯。喂，喂，研究呢一個喂分子生物學喎，臨床應用專家喎，專係佢嘅即係擅長就係血漿同埋 DNA、RNA。喂，講呢啲我哋都未必知係乜嘢嚟嘅原來。喂，其實使唔使咁深熱咧？深熱就係唔好講佢而家做中大校長。喂，你又做什麼政協？香港出世又變咗北京政協，又加埋嗰啲咩團結香港基金，即係當時咩咧？仲係李家超競選係啊嘅嘅咩助選㗎？嗰時好慌亂噶嘛，啲人要加曬佢落去啊嘛。喂，喂，你點解唔即係我唔知道，或者有啲人咧真係心熱，即係想更上一層樓，或者有啲人就係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喂，等我嚟啦！希望可以，即係你唔能夠排除有啲人咁樣諗嘅喎。有咗學術地位，想要權。係啊，唔係呢個係最正常啦。但係我亦都唔排除有啲人係咩咧？嗱，呢個係機會少嘅，就係、是、喂我都要入去，希望可以起碼我由我嗰度頂住啦。嗱，好多人都係有咁樣嘅，即係我哋睇小説，唔好講現實生活，都有咁嘅諗法，即係有個良善嘅願望嘅。但係咧，我哋喺到後來咧，因為你要保護你嘅權啊，你只係會越做越。越偏離嘅就反而，喂，好啦，記者問佢，佢話喂，2019年發生嘅事，喂中大有暴大之稱喎，咁記者問佢點睇，佢話2019年發生嘅事係前所未見，但而家回復正軌啦，新嘅篇章將再努力推動學校學術同埋教育，即係如果你認為咁樣咧係得嘅，咁我真係佩服啦，即係又係。一隻腳行路，另一隻腳點咧？係不過唔踩多佢一腳都係啦，佢算係咁樣噶啦。但係嗱咁講喎，我今日專登去睇完佢而家嘅樣，同佢嗰啲 profile picture 後生嘅樣，其實已經變曬。咁、你唔係年老嗰種變啊？你哋自己上網睇下。觀其行啦。係啊，嗱，佢話即係我哋而家叫做保，即係始終做評論咪保守啲。佢啱啱上任咁解啫。問心嗰句，你問我唔撚使官啦，使乜官啫？仲係嘛？佢話。現任校長段純志服務中大7年，盡心盡力，任內發生社會事件，又有新冠疫情，但係中大嘅排名、國際學術聲譽都有所提升，一唔係我哋一定要感謝段校長嘅貢獻嘅嚇。咁呢啲叫做學你話齋唔踩多腳，算係咁啦嚇。咁至於有人問佢喂你又係北京政協喎，又係再出發大聯盟嘅共同發起人喎，會唔會影響中大嘅？院校自主啊，中大其實有咩院校自主咧？係啦，唔係佢話咧，中大其中嘅使命係將中國文化帶出去。
將外來的好東西帶到中國、啊、他說如果能夠跟內地有很多頂尖的大學合作做一些很大的 project 呢，對世界科學的發展、人類的健康當然很重要啦、啊學者就真的學者咯，只是想這些得嗎？你以為真的得嗎、啊、至於說學校校園可不可以研究六四2019年呢，他就說這些很行、啊、尊重學術自由，自由不過要守法、啊、那就是怎樣、啊、另外咁你話不過要守法，咁喂一定唔犯法啦！研究2019年嘅社會事件，研究落制嚇，咁、啊、應該真係可以研究。點解我哋啲校長唔可以得就得，唔得就唔得咁樣答嘢嘅咧？佢、啊、當然得啦，係嘛？學術研究點解唔得啊？嗱，最初咧，即係由2012、2013年啊，梁振英講起呢個港獨事件嘅時候咧，其實有啲左派都係咁講嘅，包括曾玉成，即、嗯、包括曾玉成，結果都俾人屌。你想想，連你校長答啲問題都要小心翼翼。咁你話普通人點搞啊？所欲言，何來學術嘅自由？唔係咯，普通人點搞啊？好啦，咁啊佢話咧，早前人啊、國際組織人權監察同埋香港民主委員會發嘅報告話，香港八間資助大學嘅學術自由嚴重倒退。佢話啊，自己從事醫學嘅研究，亦要遵循法律嘅程序啊，例如尊重病人私隱啊，經過道德委員會嘅審批，所以佢話咧。有研究自由都要合法，講來講去呢就是你不可以踩到紅線，但是紅線問題的這個紅線是怎樣的我們真的不知道嘛。因為再問他，歐嘉倫撰寫的評論文章被人說有煽動意圖，在立場新聞案裡面是吧，搞到現在歐嘉倫都要告假、嗯、但是 so far 其實就其實講邏輯而已，我不是想歐嘉倫壞啊，雖然我很憎他，既然他那篇文章有煽動、的意圖的，為什麼現在不拘捕歐嘉倫，所以是吧，是不是是不是，真的很簡單的嘛，我當然不想歐嘉倫買東西，但是 你用那篇文章去定了立場新聞，還有他兩個編輯的罪了已經、嗯、林少彤我們、鍾佩權，那是不是要拉起把他拉勾拉勾歐嘉倫呢？好了，校長怎麼說、哎、個別事件不評論，這個真是萬民的、嗯、什麼是個別事件來的，是是吧，評又死不評又死、所以、真的沒得談的。其實呢，即是如果大家知道盧教授呢，或者現在叫盧校長，即是屋企又太太又有啲啊認知障礙，咁其實即係咁深熱又何必呢，係嘛，不過人各有志啦，休息一陣。